吃饭去了。哎，等我吃饭去。我都准饭了，都给。啊，天上下的。是他下了的。啊。今天晚上我是夜里两点呢，我起来接手，不到两点，我起来接手了，他那边拿着棍儿，在那给我黑拉黑拉了。那肯定他顶头肠子断了，他当时不会死，他就是停一天都死了。他死了，我给他看看那，最后一看，这个就修着往外翻纸巾，里头那个翻这翻蛋那个蛋包，嗯，就开开以后他都烂了，啊，都坏，都湿了。哦。他弄了，他都那膀子一打了都不中，都肠子断了，他都疼，他都打了膀子，一天一会儿，一天一会儿，半天都死了。昨天晚上他还看黄片了，二姐吗？看黄片看。一共住了几次在这儿？八次。我死了几只？八只吧。但是我对不起我病的人多，我也赔上你那一切损失。啊，感谢。